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圆圆。11月19日，电影《平原上的摩西》发布幕后花絮视频，演员梅婷罕见大秀舞姿。梅婷身穿浅色衬衫，梳着大波浪的发型，尽显妩媚。她的身材和颜值都保持着很好的状态，既有着复古的摩登感，又充满了优雅的女人味。尤其是灿烂的笑容，十分的甜美，格外的吸睛抢镜，完全不像是人到中年的样子。音乐响起之后，梅婷罕见颠覆形象，立刻与周冬雨、刘昊然一起在舞厅蹦迪，她的脸上都是笑容，修长的身姿伴随音乐尽情舞动，欢快的笑容感染了身边的很多人，快节奏的音乐让她跳得十分开心，气氛燃爆全场。在这部电影中，梅婷还与袁弘有一场跳慢舞的戏份，她似乎全情地投入到舞蹈之中，虽然动作看上去十分的复古，但是却充满着魅力，一颦一笑都有着韵律感。尤其是她手指着袁弘嫣然一笑的时候，更是有一种妩媚的风情。虽然梅婷已经46岁了，但是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状态。不久前她现身活动，身材消瘦了不少，看上去更加年轻。她只穿了一件简单的白衬衫，但是气质非常的出众，颜值也一直在线。虽然衣着简单，却依旧艳压全场，一进门就成为了众人的焦点，让人看得一不开眼。期待梅婷在这部新电影中的精彩表现，也祝她今后的事业越来越好，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。相信凭借着她的演技和这样好的状态，一定不会让观众失望。图片来源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联系删除。点赞了吗？关注了吗？谢谢。